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60集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传承系列，这个是 Amanda 的 Megatron 舰队系列的密卡灯。这个玩具刚刚发售没多久啊，那透过在台北的好朋友齐辉哥啊，帮我在一个首发的活动上呢带了一只回来。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，先前在Combine World 的时候呢，有推出一款 L 级。很残忍，对不对？就是当年我们觉得这个玩具很普通啊，现在看一看，简直觉得哇靠，这叫怎么这么的帅气啊！身高差很多啊，但是两款玩起来的感觉完全不同。那究竟哪个比较好呢？我必须要说，以造型来说，其实两者有不同的一个感觉。其实这一款的造型呢，虽然个子比较小，但是它比较有古早玩具的样子。而这一款Combine World 时代的玩具的话呢，虽然它的一个齿轮关节啊什么的非常的多，体型也很大，而且有非常棒的一个真正的履带，变成坦克的时候真的是履带在推行的哦，但是呢好像还是少了一点点动画里头的感觉。那这一款玩起来的话呢，我觉得它的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，它的手臂啊，这一片肩甲打开之后，手臂里头的手臂在这里，它可以往前举到这么多而已，往后是卡住的，这一块部件整个是卡死，所以他的手臂无法360度的转动啊。这样看一看，应该没错吧？啊，应该我没有讲错吧？他只能往前啊，往后是没有可动的。侧举还行，然后他的头啊，这两个脚的话呢是组合上去的，有时候在把玩的时候容易去把它给推掉，而且它不是非常的紧啊。再来是他的脚啊，后面这根啊虚位比较大。啊，比较可惜，它本来可以提供很好的支撑的一个力度，但是虚位实在太大了，包括前面这一片也是啊，感觉稍微有点可惜。膝盖有齿轮关节，侧踢就没有了，腰身可以转动啊。那整体来说，就是一个手啊，无法360度转动是一件很恼火的事情。啊，这个炮的话可以取下来，然后我们翻一下，拳头呢就可以转出来了啊。那可以把它组合到后方去，让它的炮呢整个变长。那么它还有一个所谓的腰炮的模式，其实就只需要把后面这个转动到这里，放到这边来，啊，它就形成了一个腰炮的模式。那提一下它的炮台的话呢，它是不能360度转动的，它往这边转到底就卡住了，转不过去了。从这边可以转，这边可以转，它的幅度就是只有这么多，这个大概是130度嘛，还是几度啊？哈，比较可惜。那它还有另外一个所谓的一个怎么说，就是把这个炮啊。这个地方跟翻下来，然后呢，你看它的炮跟肚子这一块连在一起，转到前方来，啊，组合起来这样子，就是一个，就是炮在前面的一个姿态，啊，虽然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对，但是也够厉害了啊。那它的这一片部件也是可以打开的，这里打开往前面推，可以转动一下啊，这样或许也可以无死角的，对不起，我把炮喷出去了啊，我们立刻把它捡回来，好吧？就这个比较松啊，确实它很松啊，一放就出来了啊，然后就再把它扣回去好了啊。各位知道它的一个炮塔的话呢，是有这么样的一个结构啊，那它推回去的话呢，建议是啊推这样子撞回去啊，可能比较容易一些。那平常的话呢，把玩起来的话呢，总是差了点感觉。啊，各位也看到了这一片部件，这里它其实没有办法卡得很紧，这一片动不动就这样往两侧打开啊，是比较恼火的。全都可以转啊，造型来讲，我个人是有爱啊，我个人觉得好看啊。对了，脚也是有接地，但这个接地，你看这款玩具的就是关节的这个接地是还好，但是就卡得很紧，它的关节紧实度松紧的。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，是各种的一个。啊，不怎么把玩起来手感就总是感觉好像差了一些些。那由于变形结构的关系，它这里有一个关节可以往这边转，啊，这个是好还是不好？这个端看你个人的一个偏好了啊。那最后就给各位看一下它的头雕啊，确实是好看。虽然比起那个旧版不对，我所谓的旧版是这个Combine World 的这一款啊，虽然身高有缩小，但是我觉得造型来说还是比较好看，就是都是一些小问题啊，比方说关节松紧不一，关节的虚位过大，手臂无法360度的转动啊，这么多小缺点集合起来，又是 L 级的价格，这个可能会让你比较恼火啊。
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舰队密卡登的变形过程啊。胸甲翻下来有一个保护脸部的啊，记得把它给扣上去啊。肩膀整个往上搓，往上搓的时候呢，这一块黑色部件要记得一起上去啊，一起上去，整个的往上提上去，这个地方记得要把它给推上去。然后呢，侧边这个面板打开，拳头的话呢，这样放进去啊，这里拳头收进去，这里特别提一下啊，它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一个凹，里面有个绿色的凸，我建议啊不要扣啊，你放进去就好了，因为你扣紧的话呢，抠出来的时候呢非常的痛苦啊，真的非常的痛苦啊。来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，往上推进去，这样子盖起来放下来，然后整个肩膀是整个提上去，这一片部件记得翻出来啊，翻出来，好，到这边。那接下来腰转180度，中间这里都不要转了啊，然后接下来变形很简单了啊，我们把这个啊腿中间这个地方给打开，然后呢这个脚尖呢跟脚后跟啊直接非常的坚硬啊，把它给整个推到底，然后呢往上面推上去，推上去之后的话呢，这里啊有一个绿色的凸跟黑色的，就比克大魔王跟黑人嘛，这里组合，然后这里有比克纳美克星人是大长老生的，所以就不要举这个例子了。那这边还有一处啊，是这个地方啊，绿色的凸跟灰色的凹，这里记得把它给扣上去啊。到这边，那这一侧啊，记得这个接地的这个关节把它给推上去啊，这样一来就变形了差不多了。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，往上面推上去，推上去啊，然后先把后面这里组合起来，然后侧边这里记得把它给扣上，好了，里头也自动就扣上了，然后再把这个鞋尖跟鞋后跟扣起来。好的，我们的这一款 Armada Megatron 呢啊，就变形完成了啊，可以看一下它的滚动性还算可以。坦克的话呢，这个炮啊，因为它是软胶部件啊，放在箱子里盒子里头的时候呢，它是有可能被挤压到变形的啊，那对不对，你总不希望它这样下垂嘛，我们就把它弄高一点点。那么呢，在坦克状态下，它的炮塔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，它的转动呢并非360度啊，只能有一个极限的一个范围嘛，就看它这个炮头，这个软掉的这个炮啊，真的是打马赛克好了，有点难看啊。好，然后在坦克状态下呢，最大的破绽其实是这里，而说明书啊、合会还是很卑鄙的，都是从这个角度拍。那么这个可以把它按下去一点，然后刚刚的这一块部件一样是可以，你看实在太松了，这个一样可以转出来。好，一样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火力的展示，炮也可以往上升、往下。以一个坦克来说吧，我觉得也算及格了，至少它的炮塔可以转动，虽然不能360度的转动，但是也够了。那细节给各位看一下，它是有一点两侧是不太对称的一个造型，没有卡得很到位。好，然后这里你看它的炮中间是有一个缝隙，所以这个炮的造型我不知道，因为这部动画其实我没有看过啊，做的还不还原像不像，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对它的造型是有点喜欢的，有一点那种以前的玩具的感觉，履带的下方是轮子来带动。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先前这个 Combiner War 时代的这个坦克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小的话其实宽度可能差不多，但是长度的话它会比较长。那炮塔它是可以360度的转动，而且它是最惊人的是它是这个履带直接当带动，这个可以说是我目前手边的变形金刚里头的唯一一个啊，不对，它还有这个就是G1 配色版，就是整个是银色版本的 Megatron 啊，同模的，它的这个履带是可以这样动的，但是这个履带这样子就是据说年代久远会不会断掉啊，这个就不知道了，目前我这款保存是还可以啊，这个是很惊人的一个设计。那两款哪一个好玩？我觉得都好玩啊，而且这一款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买得到，它有一段时间其实它价格很差，没有什么人要啊，你看很多玩具都是这样子啊，能够证明官方是好东西的只有官方了啊。那么这一款的话呢，就算是给大家啊第一时间入手，第一时间做个一个开箱。那坦克的状态下是比较没有什么问题，人形的话就是一个手臂不能360度转动，是它很要命的一个缺点。那其他什么关节过虚位过大啦，松紧不一，这个还可以忽略啊，就是360度的手臂转动不能，这个比较痛苦一点。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